在一个小时之内来环游世界，没错，那官方网站上面呢有很多的同学，还有那个家长，甚至是老师来给我们很多题库，说，哎，如果去加拿大的话，你可以出这个题目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哦，去新加坡可以干什么啊？对，非常棒的互动。是的，好了，马上来介绍今天的选手。好，首先介绍这边大耳茶部队，我们是甜心女孩，来自泸州。好，是不是甜死人了？甜死了，粉红色的，粉红泡泡的感觉。甜心女孩穿这样好可爱哦。你们是几年级的同学？三年级。三年级。所以你们是在舞团遇在一起吗？ 哦，所以都是下课之后去练舞吗？对。你喜欢跳舞吗？我小朋友喜欢啊。我女儿也好爱跳舞。真的，我小朋友觉得跳那个。我女儿好爱跳哦，有喜欢最近看了很多演唱会，蔡依林的演唱会。那你家要去甜心女孩啊？对啊，我们就想要让我女儿去跳。我可以加入吗？去很大，你就负责点心的部分。点心的部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盖拿。我们是光复国小。 近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们是几年级的同学？四年级。四年级啊，怎么这么高啊？他真的比我高，我发现。少元，你，我真的比你高。一五八。一五八，我一五四。你们学校有人比你还高吗？四年级的。应该有。还有。四年级还有人比你高？哦。天哪，其实我觉得维尼也很高哎。你几公分？一百五十。一百五十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！我记得我那时候三年级的时候是138公分，可是其实很奇怪，女生在小学的时候都长得比较快，男生好像是国高中抽。好像过一个暑假就整个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。但你过一个暑假怎么？我过25的暑假，还是没什么变。好了，我们呢马上来环游世界。第一个国家要去哪里呢？哦，欧洲。环游世界游戏规则说明：游戏开始，两队各有2000分，分别进行5回合掷骰，挑战关卡获胜，可累积积分，最终积分高的队伍可获得8000元。1、2、3 ，Go！ 第一个国家去哪里呢？厉害！三十去哪个国家？向第一个国家去哪边？1、2、3，哇！来到英国，1400分。大兵来点名。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3人参赛，班主随机点人数，按照点到人数敬礼喊用，失误则记缺席一次，累积2次缺席，由另一队获胜。耶！欢迎来到英国。 皇家卫队最有名，当然就是头顶这个熊皮帽，看起来蛮很高。其实呢，这个熊皮帽最早是法国士兵戴的哦，他们就是让希望自己看起来很高、很有威严呐，是，很有气色感觉。高帽子。可是呢，最后英国呢，为了纪念在滑铁卢之役战胜，所以就选了一个比法国士兵还高的熊皮帽来戴，所以现在戴起来每个都180。 是，了解了吗？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，而且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带子一定要紧，所以你现在脸越来越直，要紧，而且你的嘴是这样，对吗？你有点，而且你已经紧到就是左右两边哦，不一样大，你有打肉毒哦？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的士气怎么样了。好。 林正，听听 yes 大不大声，敬礼。yes， 很好，李斌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很好，老师音乐起了。英国大兵来点名。今天要点多少分？3名。要。2名。要。pass。 3名。要。pass。 1名。 2名要 pass， 4名要 pass， 3名要 啊， 3名要 啊， 哎呀，迟疑了一下下，慢了一点点，而且其实你很妙哦，你平常啊就是在旁边这样看，好可爱哦，但你这样戴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白吉生，阿边的感觉，加油，好高哦。 好，继续从头开始哦。英国大兵来点名，今天要点多少分？1名要 pass， 3名要 pass， 3名要 pass， 3名要 pass， 2名要 pass， 2名要 pass， 4名要 pass， 3名要 pass， 4名要。
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。哇，这样的话，两队都额满喽。盖南，两队如果再有一个的话，就跟他 say 拜拜了。大茶布跟盖南现在目前都是一个。是哦，加油，要从前面开始哦，哈。好，老师越级喵。英国大兵来点名。今天要点多少兵？三名。要 pass。四名。要 pass。四名。要。啊。四名。要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所以你们集了两个啦，所以我们的大盖拿跟大家说拜拜。Yes， 我们盖拿可以获得1400分。好，我们要离开英国了，接下来去哪里呢 ？Go， 一二三，丢。哎，四点。我们起点开始，预备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机会，请跟着我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号，停在这里，选一号哦，选一个号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，五号，为什么选五号？灵感，有一种感觉，五号会有某一种东西很好。哦，是吗？我来看某一种什么东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是个东西哦。哇塞，真的。哦，冠军，你先给他表情。换不换？不换。看我，换不换？不换。你看我表情，真的不换吗？真的不换。确定不换？确定不换。好吧，那就不换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花钱买橘子送给大耳茶布，所以呢，扣了1000分。哇。关系，我跟他大茶布非常非常爱橘子，你可以让他很开心，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？是啊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，就是如果说有能力让别人开心，也是很棒的事情。是啊，你看你多伟大，对不对？待会分数还是会再追回来的。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OK， 太棒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？Go。维尼，麻烦你用力丢。一二三 ，Go。哦。哦。三点。三点。英国在出发，预备 Go。一二三 ，USA 美国，1300分。自由女神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两位同学，一人丢乒乓球，另一人扮自由女神接球，限时1分钟，接获球数多的队伍获胜。来到欢迎美国。自由女神呢是最代表美国的一个精神东西，没错，他们的一个地标。对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自由女神像啊，它其实是航线，就是航线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。所以那时候的副总统想说啊，如果它是航线都会经过的地方，那如果它有个灯的话多好，在那个火炬上面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多很多的实验跟努力，然后点了几次才终于哎点亮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变成大家进出纽约港重要的这个灯塔啦。哦，也是自由象征自由的灯塔。对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自由女神准备好。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要好好接哦。OK， 请倒数。3 2 1 60秒计时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哦，好俏皮的自由女神，加油，很棒哦，加油，不错哦，很有默契哦，加油！哇，帅哦，帅哦，加油！非常棒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厉害。这60秒，哎，越满越难装哦，鸡也满喽。满越难接，对，而且他满的时候在介绍还没有露出去，这个很难呢。而且我们自由女神很弹跳哎，这样，对，她这样俏皮。好，我们来看自由女神总共接了几个球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好强哦，19颗。
哇，超多的。好，现在换另外一边啦，换我们的大茶部 Go。接下来换我们的大茶部队啦。OK， 自由女神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计时60秒，老师请倒数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可惜哦。大耳茶布哦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颗。哎呀，不过很厉害。大耳茶布呢是总共是6颗，刚才盖拿队呢是19颗，恭喜盖拿队获得1300分。环游世界，继续往世界哪个地方走呢？走。银针，用力丢 ，Go！ 来看看银针带我们去哪里。五点，银针带我们去，机会开始预备，走。1、2、3、4、5，意大利，1400分。记忆彩色岛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两位同学，先看5秒房子颜色的顺序，再排出正确顺序，最先完成的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意大利。好的，大家看看这个图，很可爱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很超美的。今天呢，这个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座岛，叫做彩色岛，它是一个渔村哦。但是呢，那时候就渔民会觉得啊，回家哇，搞不清楚家在哪里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自己的家呢都漆上不一样的颜色，是，这样回家就很容易了。你家是粉红色，我家是绿色，所以之后呢，就变得哇，大家漆的颜色越来越多，就变彩色岛，这是全世界必去的10大梦幻岛屿之一，超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很漂亮。那会不会有渔民是色盲的？哦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哇。啊，我们的桌上呢，两队呢，前面呢都有9栋房子，是分别有9个不同的颜色。待会呢，我们会给大家看5秒钟的正确的颜色的顺序，嗯，然后呢再比看谁最快的时间把它拼出来，跟我们题目一样，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看题目喽，嗯，老师 ，Go。哎呦。没关系，我们等我们的盖拿队。你们拼好了吗？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先来看我们的茶布队。是。好。心灵姐姐帮我验，帮我测一下。从一开始，一是绿色，没错。蓝色。蓝色。三橘色。哦，橘色。四红色。红色。五黄色。黄色。六粉红色。七浅绿色。绿色。八咖啡色。九紫色。答对。好加。请问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怎么记的？云永珠，我们记4个，他记5个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答对，好不好？没有。绿色、蓝色、橘色、红色、橘色、红色、黄色。哇，哎呀，这里错了，对不对？错了，错了，后面有点乱。第二题，请出题，老师。3、2、1，Go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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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摊平。拼对。好。好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茶布的答案。一紫色，二黄色，三蓝色，四绿色，五咖啡色，六橘色，七粉红色，八草地绿色，九红色。恭喜答对。好强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盖拿怎么样。紫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咖啡色、橘色、粉红色、绿色、红色也答对，恭喜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不过他们比较慢。好，现在的第三题呢，我们换另外两位同学来咯 ，Go！ 好，第三题，请出题。没关系，大茶布慢慢拼，拼完你们要的答案。先茶布慢慢拼，先拼好。茶布就可以慢慢拼。OK 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好，等你们拼好。选绿色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盖拿队的答案。好的，一黄色，二绿色，三紫色，四咖啡色，五蓝色，六草绿色，七橘色，八红色，九粉红色。恭喜答对。恭喜答对。哦呦，已经。拿下一题喽！是，现在第四题非常非常关键。好，第四题很重要，老师请出题。3 2 1 go！ 看清楚，看清楚。五秒的时间，不要动，完全不要动。还没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盖拿队的答案了。好，是不是姐姐来看看，公布。一绿色，二紫色，三。这个不对哦，这是浅绿色。哦。哦，这两个错了，这两个错了，这两个错了，所以第一个就排错了。然后黄色对，咖啡色对，这个应该是浅绿色。对。橘色、红色、粉红蓝，哇，绿色搞错了。来看看你们有机会。来看一下我们的茶布队，深绿色。叮咚，紫色，叮咚，黄色，叮咚，咖啡色，叮咚，浅绿色，叮咚，橘色，叮咚，红色，叮咚，粉红色，叮咚，蓝色，叮咚。恭喜茶布队，厉害！浅绿跟深绿其实很难。我们总共出了四题，我们的茶布队获得三题，盖拿队获得一题，恭喜茶布队再获得1400分。意大利太好玩太美了，如果真的有机会，真的可以到意大利去走走，开心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边呢？停掉，一二三 ，Go！ 四点，好，美国出发，刚才在美国嘛，对不对？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四，图书馆到，1200分哦。文字对决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同时进行，成语错别字快问快答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图书馆，1200分，要来认识很多字。其实呢，每次到了图书馆之后呢，其实也是我们学习的时候。对，因为发现很多我们都不会，尤其在那么短的时间，你要做决定。今天一样有八个题目要给大家。OK， 老师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喜极而泣的泣是哪个泣？请作答。恭喜答对。没错，就是蓝色的泣。蓝色泣代表只掉眼泪而不出声的哭，或者是低声的哭。那红色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经双方同意所约定的文书，也就是合同或者是合约的意思啦。是啊，契约的意思。对。好，恭喜，请降牌。第二题，老师请了。名副其实的副是哪个副？哦，请作答。恭喜答对。蓝色这个副哦，代表符合跟相称的意思。那红色这个符呢，是二声，它代表倒是用来辟邪或者是差使鬼神的神秘文字哦。也是符号的符。是的。请降牌，恭喜，两题全部答对，很厉害。第三题来喽。波涛汹涌的涛是哪个涛？请作答。哎呦，有点不一样哦。有人选蓝色跟红色。嗯，恭喜。
红色答对，没错，就是红色的桃。红色这个桃有大波浪的意思。那蓝色的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用水洗去杂质，去除不好的，有点像淘米的意思啦。啊，淘气的淘。嗯，对。好，请降台，加油喽！第四题，请出题。井底之蛙的井是哪个井？请作答。红色，恭喜答对。这一题还蛮简单，就是井底之蛙，好像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井呢，代表用人工在地面挖凿供取水用的深洞。那另外一个井呢，就是风光，是或是情况，或者是仰慕的意思啦。景观风景的感觉。对，景仰。是好，请降牌。嗯。接下来第五题，老师 go。顺理成章的成是哪个成？请作答。这题很难，你们好厉害哦！恭喜答对，就是蓝色的橙哦，这个橙就是变成的意思啦。嗯，那另外一个红色的橙呢，就是搭衬或者是利用的意思，加成的意思，对，也是符号橙，橙的符号。嗯，好，请降牌，接下来老师 go。炯炯有神的炯是哪个炯？请作答。嗯，恭喜答对。这个炯呢，火字旁代表明亮啊，跟光明的意思。是的。那另外呢，蓝色这个错字旁的炯代表遥远、的确或者是特殊的意思。是的，请降牌，越来越厉害了，老师、嗯、，Go。天府家用的补是哪个补？请作答。蓝色。嗯，恭喜答对。没错，就是蓝色的补，蓝色的补代表天主所缺少的，而红色这个补呢，又因布就是有捉拿的意思啦。是的，请降牌。接下来第八题，老师 go。生意盎然的盎是哪个盎？请作答。哎呦，有人举红色，有人举蓝色，蓝色，恭喜，答案是蓝色。蓝色的盎呢，就是充满跟盛大的意思，而红色这个字呢，不是念盎哦，是念二声昂，也就是仰台或是价钱高、情绪高涨跟兴奋的意思。是的，昂首阔步的昂。对，是的，公布成绩，哎呦，盖拿队总共获得8分。茶布队总共答对了6题，所以这边恭喜我们盖拿队获得1200分。太厉害，相信大家都学到很多国语的字了，是字词了哈。OK， 接下来环游世界再出发 ，Go！ 小玉丸子在哪里？小玉，小玉，小玉要你掉。哦吼，小玉你要去哪里？五点，意大利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，俄罗斯。俄罗斯娃娃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出2位同学进行吹杯子游戏，最快将纸杯吹出的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俄罗斯。对，要玩俄罗斯娃娃喽！可是你们知道吗？那个俄罗斯娃娃虽然大小不一样，每个长得都很像，对不对？对，感觉是机器磨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不是，它每一个都是手工磨出来的，连上面那个绘画都是手工画出来，所以你仔细看，其实它每一个都会不一样，不像我们这个就是机器印出来的。我们这是用心做出来的。对对，哎呦，你真的很会讲话的。用心做出来的。对，我们的大的茶木呢，也是俄罗斯来的。是哦，你说大茶木是俄罗斯来的吗？本轮就是、OK， 原来如此，大家差不多加油咯、oh. OK， 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老师请倒数 3, 2, 1, 3, go。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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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不愧是从俄罗斯来的朋友，果然大
差不多，俄罗斯娃娃很有办法、啊。厉害！哦，因为其他很容易两三个叠在一起，所以一出的时候可能两个三个就可以。而且它掉出来之后，你要放回去的时候，其实呢那杯子有重量，一丢下去之后它又很紧，又锁得很紧，对，所以很麻烦、嗯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玩？很刺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累？现在觉得不能呼吸。对，而且孟真拿着旗子在旁边讲。恭喜大茶部队获得1300分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甜心女孩也要带来一个动感的舞蹈表演。Go！中了头奖是从天降，我只能用它奖形容。起床看到你就吃饱了。Oh。我没有说话，要来一片兔子吗？天笑，想要叫你闹钟闹钟闹钟，每分每秒闹钟闹钟闹钟，永远陪我爱我疼我抱我。我的闹钟像人间烟火，璀璨发光，让我嗷呜嗷呜，和我就像只退化的爬虫。以后也要去参加舞团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，每个真的太疗愈了，而且好甜哦，真的，谢谢我们甜心女孩带来的表演，谢谢。接下来环游世界继续出发 ，Go！ 哦，3点，好，图书馆往前，1、2、3 ，Bonjour 法国，1400分。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呀！欢迎来到法国浪漫的国度，蹦极。对，要来看看你们对于法国的认识喽。是的，是的，每次啊来到欧洲都非常的开心。是。对，虽然呢我们没有到现场，但是也感觉到，哎，感觉那种氛围也到了。哇！是不是？浪漫。好，我们的法国呢，就是我们的知识题。现场有没有同学去过法国？大茶部有吗？没有。盖南对也没有。啊、哦，好，那就公平了啊。嗯、OK， 好，第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，法国美食世界闻名，以下哪种面包最具有法国特色 ？A. 棍子面包。B. 玉米面包。C. 肉松面包。都不错吃，都不错吃。哇，都好好吃哦。哦，玉米面包、肉松面包、棍子面包，哪一个是最具有法国特色的面包？是的。写完了吗 ？OK， 数到三，请亮板板，一二三。大茶部是 A 棍子面包。你是 A， 好。为什么是棍子面包？因为我们常在书上面看到那个法国的。真的吗？长棍面包。是哦，长棍面包，那你们有没有吃过？有有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肉松面包也很好吃啊，玉米面包也不错啊。OK， 好，我们这边也是 A。法国就是觉得那种面包都是长的，哦，对啊，长的，就棍子那种长，然后很硬那种的。哦，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 A， 棍子面包。恭喜答对。法国最有名的面包呢有两种，一个是棍子面包，一个就是可颂面包啦。可颂有没有一层一层的这样子？嗯，好吃好吃。对，然后蘸那个浓汤，哇，好赞好赞好赞。嗯，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，法国罗浮宫著名画作《蒙娜丽莎》的作者是
A. 米开朗基罗 B. 达文西 C. 毕卡索，请作答。好，蒙娜丽莎是米开朗基罗还是达文西还是毕卡索？刷三，请亮板板，一二三。大茶布是 B. 达文西。好，我们的盖拿队呢也是 B. 达文西，这题应该是很简单了。为什么课本上有教吗？还是你们看还有上面的，你们自己有看书，你们好棒哦，好厉害哦。OK， 那我们盖拿队呢？是因为我在书上都有看过那个蒙娜丽莎，就是达文西画的。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没错。看书什么知识都有，没错。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 B 达文西。恭喜答对。达文西呢，在1502年，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呢，创作了这个蒙娜丽莎。是。据说号称画了4年的时间，还蛮长的。哦。所以现在这幅画呢，变成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油画之一，那被收藏在这个法国的罗浮宫里头。罗浮宫。而这个蒙娜丽莎呢，它有一抹神秘的微笑呢，号称是世界上最棒的神秘的微笑，最神秘，感觉是 最有名的，对，好像若有所思的那种微笑。嗯，不是这啦，好，不是啊 ，OK， 其他的啦，没啦没啦，好，接下来老师请出题，请问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最著名的花是 ？A. 薰衣草 ，B. 玫瑰花 ，C. 喇叭花，请作答，请作答，普罗旺斯哦。薰衣草、玫瑰花、喇叭花。薰衣草哦，玫瑰花哦，喇叭花哦，哪一个花呢？普罗旺斯哦。好，数到三，请亮板板，一二三。大茶布是 A 薰衣草，然后我们这边盖拿队是 C 喇叭花。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盖拿队的答案好了。用猜的，用猜的。哎，你知道喇叭花长什么样子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个喇叭，就像喇叭一样。什么颜色？紫白色、黄色吧，是吧？好像看的紫色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可是也有别的颜色，好像白色也有，白色也有，紫色哦。我欣赏你们，就是用猜的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茶布。他知道那个，就是我常常那书上常常看到法国都是薰衣草，而且那名字就听起来很像薰衣草名字。哦，又是很浪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是紫色的花哦。是什么呢？那就是 A 薰衣草。恭喜茶布！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花非常的漂亮？花海整个都是薰衣草，因为法国这个普罗旺斯呢有薰衣草故乡之称，每年到7、8月的时候它们是盛开的，所以在那里你就觉得哇，薰衣草花迎风绽放，你走在那里，法国的南部都会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那个香味，超棒超棒，整个有薰衣草的气息。对，是，所以如果想要看薰衣草海的话，其实那个法国比较远，如果比较近的话，假期没那么长的话，可以去北海道。哦，对，北海道也是有，也有的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最后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，埃菲尔铁塔又称为巴黎铁塔，在19世纪建造完后的第一个名称是？请问它一开始叫做什么 ？A. 300米塔 ，B. 好高铁塔 ，C. 巴黎高塔。怎么三个名字都这么俏皮呀？我们的题目也会跟我们开玩笑。300米塔，300米塔还是好高铁塔？巴黎高塔就是巴黎铁塔，埃菲尔铁塔的前身叫什么名字？突然觉得埃菲尔有气质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300米好像是300壮士，听过哦。对，好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大茶不觉得是 A， 盖拿觉得是 C。哦，我们盖拿队是巴黎高塔，有听过吗？还是也是猜的？猜的。我欣赏你们，也不会直接了断，也不会随便掰一个理由出来，就是猜的，我就是猜的，这要是我也是猜啊，我也没有任何头绪。你们为什么？你们是猜的吗？因为巴黎铁塔跟巴黎高塔听起来就差不多，几乎一样。可是你不觉得300米塔是一个有点太白话文的，一点梦幻的意象都没有吗？太直白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就101的前身是500米塔，我猜是巴黎高塔，我个人猜。正确答案是好高铁塔，300米塔。Oh my god！ 太厉害了，
而且就三百米塔，因为其实呢，这个埃菲尔铁塔呢是在1889年建造的，1889，而它的高呢是312米，所以才会叫三百米塔。只是最后呢，因为它的设计师叫做居斯塔夫·埃菲尔，所以才改名叫埃菲尔铁塔。好，我们题目出完啦，我们恭喜我们查布获得1400分。好，继续搭上飞机，我们要去哪边 ？Go。最强，一二三 ，Go！ 五点，好，俄罗斯出发，预备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美丽的国度，荷兰到了，1300分。花落谁家？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两人，将郁金香运送到另一花瓶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荷兰到了。对，说到荷兰呢，要带大家认识一个颜色，就是橘色。橘色。因为荷兰的国父呢叫做 William van Orange， 那这个 Orange 就是橘色的意思啦，哦、所以这个橘色呢，最后就变成荷兰的代表色。哇，你把荷兰穿在身上哎。哇，你把荷兰挂在腰上哎。也是啦，腰应该在这边吧？好，这边不重要，在这一区啊。我就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在荷兰当然要玩郁金香的游戏，是。要两个人呢分工一起来合力的把我们的郁金香运到前面来，哎，运到我们前面的这个花瓶。对，准备好了没？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老师，请倒数。他们现在在兼职，等一下应该会劈腿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玩这个游戏就是哦，你一开始哦，你一定要你就会想要把它玩到终点。我想我们就让他好这样子也还不错。恭喜 ，OK， 辛苦啦。可是盖拿队刚才呢，把郁金香拿起来的速度很快。你们超快，你们很快就把它拿起来了。你们应该比他们快个快十秒有。可是因为洞口小小的，你真的要对准很难。瞄准真的很难，而且它没有比较高一点点。没错没错，恭喜我们查布队获得1300分。马上继续飞。王子，子华应该很干哦。王子，麻烦你哦。好，1、2、3 ，Go！ 哎呦呦呦，三点。1、2、3，加拿大1500分。嘿嘿。枫叶接力赛游戏规则说明：各队合力用纸吸管将枫叶传送粘贴到树上，花费时间最短的队伍获胜。嗨，欢迎来到加拿大枫叶之国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枫叶中还有叶绿素、叶黄素、胡萝卜素，还有花青素。那所以这个气温呢，还有日照时间长短呢，它就会变色。气温越低，日照时间越短，它就会慢慢的变红。所以它堪称植物界的变色龙。是，其实枫叶在每一个时期的颜色都很好看，好美哦。它从鲜红到枯黄，对，到变成只剩下它那个它中间的这个叶子有没有，全部都被那个腐蚀掉之后，只剩那个枝啊，也很漂亮。对，所以每一个季节、每一个时期都非常漂亮，有不同的美，跟我们女人一样，每个时期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每个人会有一个这个翠屏书？你们要传这个枫叶啦，好不好？看看你们谁最快时间可以到终点按铃。好，这个游戏叫做枫叶不落地。是的，请加油。OK， 可是只能透过吸管了哈。OK， 同学们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好，请倒数。3、2、1。
其实成绩很不错，只有中间落掉一个。我没有想到，唯一的败笔是我。不会 OK 了，秒数是35秒68。很快，35秒非常非常的快。哎呀，有练有差，紧接着大茶布上场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茶布队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老师，请倒数。很快哦，成绩公布，22秒72，恭喜大茶布来到加拿大，再拿走我们的1500分。紧接着还有一个地方要去哦 ，Go， 1、2、3 ，Go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，2点。经过起点已经可以获得1000分了，是的，加1000分，西班牙1200分。超级斗牛士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3人挑战，拉出红布后，名字维持不倒、时间较短的队伍获胜。好，欢迎来到西班牙。OK， 我们西班牙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斗牛之外呢，还有奔牛节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奔牛节呢，总长长度只有826公尺，而且呢，在西班牙会在7月份的一个礼拜为期一周的来比赛，而且呢，当地只有20万的人口，可是呢，每年都创造百万的点击率。谢谢。收起来，好吗？哎，很酸呢。哎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奔牛节的活动啊，它的长度只有800多公尺，等于是不到1公里啊，等于是操场2圈多而已。哦，文样一下跑2个小时。可是因为那个牛没有办法控制。哦，而且乱，他们总共只会放6头公牛而已。可是那个都会乱冲哎，我看它顶到人家窗户上，人就一直跑，所以常常都超过800多公尺。哇，我想我还是不要去那里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呢，还是让专业的人去玩就好。对，如果是观光客去的话呢，就远远的看就好。我们还是玩这个好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好 ，OK。奔牛节，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拉捉筋比赛啦。OK， 第三棒呢要来按我们的牛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老师，请倒数。3、2、1 ，Go！ 哎呀，好，孩子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心理姐姐。9秒88，哇！这个成绩应该算中上，对，因为我们有成绩最快4秒多的，对，4秒有成绩有过4秒的 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换我们的盖拿队喽 ，Go！ 盖拿队跟着燕军哥哥，是的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，9秒88，我们9秒87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没有？有 ，Yes。他在忙什么？他在忙什么？没关系，准备好了，有信心的我们就来了。老师们，请倒数。3、2、1 ，Go！ 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我们这边稍微慢一点。快点拿去丢掉，快点。这个太过分了啦！如果我们正常发挥的话，应该会再快个0.2秒，太过分了。哈，哇塞，这坏了吗？哇，哎，你可以不要那么骄傲吗？上不骄，败不馁，说我们节目一直在告诉同学的。没有，我是说我们怎么会不小心这样子？是不是没天理？2秒53。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对对对 ，OK， 恭喜我们的盖拿队获得1200分。不过刚才的茶布呢，因为绕了一
圈经过了几点，所以说加了1000分。是，所以我们的总分呢，今天我们调查队是7100分，查布是8900分。恭喜查布队获得我们的8000元奖学金。